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《萌物之声》。犀牛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虽是食草动物，但是脾气可一点不像食草的，任何靠近它的东西都可能变成它的攻击目标。一头水牛不小心闯到了犀牛的领地，犀牛找上了水牛的麻烦，他俩互相低着头看不爽对方，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。虽然犀牛比水牛少一个脚，但是体型完全碾压水牛，由于吨位差距实在太大，犀牛猛的一发力就把水牛给顶翻在地。下面这只野猪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看到犀牛在进食，竟然悄悄地走到边上蹭吃的。他跪在前腿摇着尾巴，似乎在故作淡定，谁知下一秒犀牛就发怒了，直接朝着野猪就顶了过去。野猪直接飞了起来，半天才从空中掉下来，躺在地上半天都没有起来，不知道有没有生命危险，估计下次再给他10万个胆子他也不敢了吧。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